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 百年以来，发源于泉州少林寺的南少林五祖拳，代表着最优秀的福建南少林拳种，广泛流传于全世界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在英国伦敦，我们找到了南少林五祖拳传人韩金元师傅这一分支。 在伦敦郊外这个简陋的训练场，我们见识了韩金元师傅的南少林五祖拳。让我们惊奇的是，这样的训练方式，我们在五祖拳的祖家泉州也没有见过。这是五祖拳练习击打长寿力和运气的方式。 这是韩金元师傅的家。韩师傅是一名退休工程师，如今全力进行少林五祖拳的传授和研究。韩金元原来是马来西亚华侨，后来移居英国。韩金元的师傅徐金栋深得少林五祖拳的真传，在日寇入侵厦门的时候离开中国，到了马来西亚。 少林五祖拳这一脉真传就流传到了东南亚，然后1972年再由韩师傅带到了英国。中国的武术早期有一个特点，师傅挑选徒弟非常严格，通常高明的师傅只有几个入室弟子。像韩师傅的师傅徐金栋这一脉少林五祖拳的真传流到了海外，很可能少林五祖拳的一些真传就在国内流失了。 这些年，泉州武术协会就曾经请韩金元师傅回到泉州，将少林五祖拳的真功夫回传。职业拳师理查德·蒂米斯在做达摩功的练习，这套功法我们在少林五祖拳的祖家泉州没有见过。 我认为在中国，十八罗汉功夫已经失传了。我一直没有看到他们的出现。韩师傅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到两个罗汉而已。其实十八罗汉还有更丰富的套路和手法，每个罗汉都有三套技术，分别是功、套路、器械。
The other one is about. 另一方面，我们会将少林五祖功夫这方面的知识回馈中国。每年我都回中国泉州参加国际五祖拳研讨会，我们有时间将功夫的知识传授给他们，但这要以他们是否想从我们身上学习为前提。这是少林五祖拳师祖和韩金元师傅徐金栋的卦象。在英国，我们没有想到找到了一门在国内已经失去真传的上乘功夫——少林五祖拳。五祖拳有三项要诀，第一是意功，第二是气功，第三是静功，这三样是非常重要的技术。你可以看到很多书上只写到气功，但很少很少的书会提及到静功。其实静功在武术系统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Kick over.精神意念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在训练课开始和结束以后，我们都会花时间来冥思。义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义工可以促进气功和静功的练习，能达到我们的要求。这是少林五祖拳的三战对打。少林五祖拳手法讲究吞、吐、伏、沉，巧法讲究过、天、断、沾，拳法讲究重与快，腿法讲究低与冷，技法的应用上要求手不离中门。唔会玩嗰对样，就偏偏咧要玩呢个中国功夫嚟学咧。啊。我中意中国功夫啊！我喜欢中国功夫。我学习了五祖拳，身体健康了。我学了18年了。安德鲁的这套五祖剑法，在国内也很少见到。安德鲁说，与中国功夫比较，其他武功显得非常简单，他们比较直接，只要一直向前运动就可以了，但中国功夫就显得很深奥和优雅，不仅要运用身体，还要用内力和意志来控制力量。其他功夫学成较快，他们的爆发力很强，但中国功夫就要花很长时间来学。一旦你掌握了，你就会变得更强壮，肌肉强健，思维也更加的清晰。
met Kim when I was doing the wushu, and I trained. 我在学习武术的时候认识了韩师傅。我练习五祖拳到现在大概有14年了。我尽量抽多一些时间来学习，通常是每周都会来一次。我花3个小时的路程来这里，然后回家又用3个小时。要练习就要花费6个小时的时间。不过这很值得，对我来说，五祖拳真的很神奇，它蕴含如此丰富的内涵。I just love it. The art to me, Wuzuquan is just so fantastic because it's just there's just so much there.教师约翰·图伊的这套18罗汉拳，韩师傅认为在中国已经失传了。I have a great appreciation. 我非常热爱佛教，经常参禅。I meditate. 可能因为我是英国人，有很多禅理我并不是很领悟。但是我仍然对其中自己学到的禅理抱着非常感激的心情。我很接近这种宗教，但我还不算是一名佛教徒。五祖拳也是一种精神活动。当你练习罗汉的时候，你必须非常的集中注意力。18罗汉拳。是韩金元的师祖林贤22岁时到马来西亚传授的，因为当时战火不断，林贤没有在中国国内教授这套拳术。我的体质很差，那个时候我食物中毒，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冷，但是外面呢却是很热的，差不多有38度，非常的热，但是我就觉得很冷。然后我感到有一只手在打我，我以为是我朋友在打我，但当时四周并没有人，所以我又继续睡。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觉得身体没事了，病好了。后来我师父跟我说是达摩用手在打我，所以才使我的病好了。在这件事情之后，我相信世界上是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存在的，所以我很感激他使我身体变好。这就是我为什么学习达摩功的原因。每次我练习的时候，我都会对他怀感激之情，我努力地练习好以报答他的帮助。南少林五祖拳除了拳术了得，在器械方面也是刀枪剑棍18般武艺一样不少。明代著名抗倭将军俞大猷在他所著《正气堂集》记载，嘉靖年间俞大猷路过少林参观武僧武术表演以后，认为少林棍虽名扬天下，但因年久失其真传，于是挑选了宗情、普从两位和尚从军，他亲自教授和尚棍法，后来将棍法专注剑经授予和尚，命他们回少林广传棍法。今天少林精湛的棍法传到了英国。
这些南少林五祖拳的洋弟子掌握起少林的奇门兵器也是一样得心应手。除了教授功夫，师父也会教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待人处事。学习武术不是为了在外面打架，而是让你更谦逊，懂得尊重他人。我通过自学认识到了金木水火土五行都包含在中国的哲学中，在中国的宗教、人文乃至身体健康、饮食方面都有五行的存在，这就是我为什么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原因。我只是继续给他们传授一些我学到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只是不断的学习而不让其他人看到，这种功夫就会失传的，一定得有一个站出来教授。我很享受教授功夫的过程，很多人来学习，很多人从中达到强身壮体的目的。我看到这种功夫能广泛传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知道，如果没有人教授，就不会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你必须让它能够发扬光大，通过气功等的练习让年老的人身体健康，同时对年轻人来说，它也可以让孩子们能够严于律己。英国警察的警棍被应用于五祖拳功夫套路之中，也算是典型的洋为中用了。这是五祖子母刀术的表演，这是五祖拳的三战对打。少林五祖拳是小架式、拳法多而腿法偏少的拳种，以刚猛著称而变化微妙，刚中藏柔，善于守而利于进攻短打。这是少林无极拳术，空手对棍表演，这是集体打狗棍表演，学习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促进学生们学习中国语言。他们中有些人会说粤语，有些人则到大学进修普通话，同时也促使他们学习中国医学。他们中有些人学习针灸和按摩。
韩师傅这个叫阿巴斯阿里的徒弟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针灸这门医术了。嗯，现在他给他扎那个合谷跟这个太冲，就是说使他那个里面那个气机行流动。How long have you it took me 3 years to learn this and I've been practicing now for 3 years as well. 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医大概也有3年的时间吧。针灸什么学会注册？Yes, it's quite relaxing to have it done, and but you can feel little ribbons of energy. 他的感觉是说有那个气机在行，还有那个针扎一扎进去呢，是帮助那个气机行动，我觉得也确实很舒服。韩师傅有一个儿孙满堂的幸福之家，但他并不满足于退休后在家抱孙子的生活。他除了平时授权，在家里对少林五祖拳著书立说，忙个不亦乐乎。我现在正将自己的经验心得写成一本书，快要写完了，但可惜的是只能出英文版。韩师傅的这本英文版的少林五祖拳著作可能是一本五祖拳真传的宝贵著作，我们庆幸少林五祖拳的真传没有失去。但是想到韩金元师傅要像明朝将军于大猷那样将少林五祖拳回传祖家，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我经常要用电脑，我有两个学生教我如何运用电脑。少林五祖拳的技击总诀要求以静带动而后发制人，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以速御迟用快制敌，以虚击实出其不意，以拙制巧待时而发。我们都觉得很幸运能够在这里学习，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浓烈的中国文化氛围，你会感觉到自己全身都被中国文化所包围了，你可以感觉到这是中国文化多方面的混合，包括哲学、五行等等。我们很庆幸能够学习到这些知识，这是精神、身体、情感上的多重锻炼。通过全身心的练习，你学到的不仅仅是书本上传授的知识，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体亲身地去感受它并加以运用。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它比书本上的知识更为深奥。在中国，你要从多种观点来看待武术在传统领域方面的影响。恐怕中国失去了很多传统方面的东西，因为中国过于注重武术比赛形式，而不是为了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以及强身健体的目的。这是五祖拳虎头叉的表演。
我希望你们拍摄的这个纪录片能促进中国武术和中国文化的推广。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让大陆的中国人知道中国武术在海外也有自己的地位。因为有很多东西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会失去它，但多年以后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之中，所以现在这个任务在我和我的学生身上，继续这些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将这些传统传回中国。我们很庆幸少林五祖拳有韩金元师傅这样一个出色的传人，少林五祖拳不但没有失传，还能够在海外发扬光大。
省的泉州市呢，是一座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从古至今呢，就是一座重要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港口。泉州的宗教文化也很发达，素有宗教博物馆的美称。当然最吸引我们的还是泉州的南少林。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泉州南少林寺。根据这个史书记载呢，它是由唐代嵩山少林13棍僧之一的智空师傅所建造的。南北少林同源一宗，北以嵩山少林为正宗，南以泉州少林为代表。大家熟知南拳北腿，那么南少林的武术特征呢，自然在于它的拳术。像我们知道的五祖拳和五节花拳呢，就形成了独特而博大精深的拳术系统，也就形成了泉州南少林的历史文化。泉州少林寺亦称南少林寺，相传为唐初嵩山少林寺武僧智空入明所建，只在泉州清源山之东岳山麓，一向为我国南禅及南少林武术之中心，声名远播。自唐宋元明清以来，历经三废三兴。据清代西山杂志记载，唐天佑元年即公元907年，少林寺反王沈之父梁被毁。北宋太平兴国6年即公元981年招修。南宋景延元年即公元1276年，清源少林寺千僧蒲寿庚之将员千僧抗元，少林寺再次被毁。明洪武10年即公元1377年，州官黄立忠疏勤朝廷赐修少林寺，直至清乾隆28年即1763年，泉州少林寺第三次被毁，使得泉州少林寺消失了近200多个春秋。天下少林有二，一在中州，一在闽中。南北少林同源一宗，北以嵩山少林为正宗，南以泉州少林为代表。南北少林相互辉映，奇遇于天下。在消失230个春秋之后的泉州少林寺，1992年10月13日，由泉州市佛教协会主持，在清源山东岳山遗址举行奠基重建。1997年，泉州少林寺大雄宝殿等首期工程竣工。1998年，泉州少林寺武僧团正式成立，向海内外公开招收南少林拳术学员。千年古寺历经沧桑，新逢盛世，重振雄风。著名的南少林寺发源于泉州，它由五祖拳、太祖拳、白鹤拳、五节花拳、五梅花拳等拳种构成了独特而博大精深的拳术系统，是泉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武术中的宝贵遗产。明清以来，它传播到东南亚、台湾、香港、澳门和琉球等地，成为泉州南少林武术的支派。武僧们表演的南少林五祖拳发源于泉州少林寺，是南少林武术体系中主要的代表拳种，居福建武坛七大拳种之首。相传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围剿火烧泉州少林寺，其四僧几乎全部覆灭，只幸存5位清字辈的和尚。这5位和尚逃离后，继续以传授武术为名进行组织反清的活动，于是这泉州少林寺的南少林拳术就传播散于民间。这5位和尚被尊称为少林五祖，故其传播的南少林拳术就称之为少林五祖拳。
南北少林寺它之间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区别的话，我们南少林一般都手比较多，然后它地方越小的话它越能发挥。那北少林的区别，它是说手那个脚方面比较还要范围比较大一点的。对，就是这个脚上功夫和手上功夫。对，他要越大的地方，他越好发挥。据考，清康熙、雍正年间是泉州少林寺的鼎盛时期，约有四僧500余人。方丈智善禅师身材高大，臂力过人，练得一身好功夫。他善于交际，因此各路武林高手云集该寺，对于树立和传播南少林拳起了巨大的功绩。当时又因为这块地方是一块沿海地带，那经常会进行海战。那进行海战的话，在船上打，那我们就在船上交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马步就要扎稳，那只能就出拳。那这种，所以说这种就是我们南拳的风格。那因为我们南方呢，街头巷尾比较多，地方也比较狭窄一点。比较狭窄。那在这种街头巷尾当中，如果交战的话，那只能够说出拳，以拳为主。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像这个肥腿、对对对腿部的功夫，对，来对抗。哦，原来是这样。这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集体盾牌刀表演，真可谓勇猛彪悍，气势磅礴。这是泉州少林寺武僧团的盾牌短棍对棍。架势短小精悍，颇具南少林风范。在嵩山少林寺有一尊泉州少林寺龟山纪念碑，可谓南北少林同源一宗。正在施工的泉州少林寺二期工程复建天王殿的工地上，陆续出土了一批唐宋时期的古石杵、石柱、石塔刹、药碾槽、宋瓷花瓶等珍贵文物。此间考古人士称，这是南少林考古的又一新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泉州南少林遗址历史。从我们这个少林寺挖出来这些构件，寺庙的构件有四十多件，40多件，对，一有部分没挖出来。从这个数字那么多，就看着规模很大，对我们唐宋少林寺的遗址的考证啊，是有很有实际的证据。工地上面挖掘嘛，挖掘的柱，一般的这种柱础啊，都是唐宋的，结构的一些形制，啊，形制都是这种做这种样子。那到后期的就比较少了。你像那个我们东西塔，还有那个在那个这个圣墓的。那底下柱子的构件基本上都是这种样子，啊，唐宋时期的。泉州南建筑博物馆布置，从晋唐到现代，品种繁多的建筑史料的图片和实物，集中展现了泉州传统建筑精深厚薄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精湛的工艺技术。南少林虽属福建一大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存之地方史志竟是一片空白呢？这是由于南少林之反清复明斗争引起清廷的记恨和镇压，换句话说，在当时确系一大敏感问题，因此被秉于官书正史之外。
幸亏《西山杂志》作者清嘉庆年间学者蔡永坚将南少林史记秘密而详细地记录下来，使我们今日能据此进行考证，这对于揭开南少林之谜确实意义重大。北宋青阳诗社之诗云：“智空五机法敏中，王氏富良回此宫。一骑清源兴国建，全南到处少林风。”鲁东诗集云：“少林寺雨筑清源，石进山门万丈圆。”白请田园三陵地，千僧寂机返王藩。我们现在就在泉州少林寺这个遗址上，你看看，这是100多年前外国传道士那个拍摄的，从泉州少林寺往上面看到泉州，你看看这边有一公里多长的那个牌坊，密密麻麻的，那就是通往少林寺之路。这个都是，这是100年前留下来的，这是当时的遗址。泉州少林寺的那个历史非常悠久啊，这我们这做了一些研究，历经了三兴三毁。最早是唐朝的时候，那个嵩山少林寺的十三空之一来到闽中，在这边建少林寺，范围非常大。这个范围有那个农田千顷，还有那个有十三郡，非常非常高的非常大。那个经过三次的毁灭，第一次在五代的时候被毁了一次，另外一次是宋末元初千僧抗元的时候也烧了一次，第三次是乾隆那个26年。火烧少林寺，那少林寺烧掉以后呢，这个范围就一点缩小，只有在泉州这边一个东禅少林寺是一个象征性的那个小小的纪念的那个比较小。到了明朝的时候，我们泉州是一个沿海的地区，所以受到欧寇的骚扰很严重。那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出现了一个名将，叫做于大猷。明代著名抗倭将军于大猷，字质甫，泉州人，精通武艺。就是94年的时候呢，我们嵩山少林跟泉州少林共同组织了一次南北少林大会员的活动。那当时就是说南北少林呢是同出一家，那他在历史的记载中呢，有记载了我们泉州名将于大猷，到北少林去传承少林功法。那这个历史记载呢，也就成为我们94年开的这次南北少林大会演的一个来源了。于大猷所著《正气堂集》记载，嘉靖年间，于大猷路过少林，参观武僧武术表演后，认为少林棍虽名扬天下，但因年久失其真传，于是挑选了宗情普从两位和尚入军跟随，他亲自教授和尚棍法，达3年之久。后来，将棍法专著《剑经》授予和尚，命他们回少林广传棍法。这段真实可靠的史实充分证明，少林寺正是在充分吸取了军队和民间武术精华的基础上，才形成了高超的本领，而获得天下功夫出少林的美称的。
后的呢，就是泉州著名的老君岩，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道教的创始人老子在宋朝时候的一个巨大的石雕像。那么根据史书记载呢，这块石头本来是一个天然的石头，是后人根据它的形状，然后略加的雕刻而成的。那么在泉州呢，有一句俗话叫做这个摸到鼻吃百二，它具体的意思呢，就是说只要能够摸到这个老君的鼻子，你就能够活到120岁。如果说要活到120岁，当然是要长寿，如果是要长寿的话呢，当然要有一副好的身体才可以。那么泉州呢，是一个习武之乡，很多人从小呢就开始习武，应该说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武术氛围。泉州是南少林武术的发祥地，武术活动遍及城乡，远播欧美、日本和东南亚。近几年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以学校为重点的城乡群众性体育活动蔚然成风。全市有武术馆校60多个，全市有5个区市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武术之乡的称号。泉州建营武术学校是泉州著名的武校之一，校长庄西聪是南少林武术世家，他的祖父就是泉州少林寺的俗家弟子。有了这所学校，庄家的南少林武功真传得以在青少年中间传播。好，开始。主要是说从我祖父开始，我知道了，就从我祖父开始就是习武的，因为我祖父也是泉州南少林寺的这个俗家弟子。那从小呢，我父亲9岁就开始练武，父亲九岁就开始练武。后面因为我祖父呢去世的比较早，他后面就跟他叔叔一起学，开始是学泉州地方的这个少林寺楼汉门的拳术，然后呢又学这个少林的地堂。小时候我也是从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练，跟着我爸爸练、跟着我爸爸练呢，这个从我们这样的一代传一代，这个这样子的下来，那对武术，我们作为一个武术世家，我们来传授这个老一辈的这个武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嘛，对不对？这个劳动也付出了，但是我们也得到回报了。因为说我们在全国的武术之乡比赛里面，我们也拿团体冠军，金牌总数也是第一的。而且在传统项目里面，我们的家传的一些达摩棍啊、禅杖啊，还有这个少林花拳啊、少林地堂双刀啊、少林地堂拳法。这些都曾经在全国历次的比赛里面都拿过名次，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也感到说，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回报也是公正。1000多年来，泉州南少林武术因战争和秘密会社的推动而进入民众生活，又随着大量华侨出国南传而遍布四海。作为泉州传统文化特征之一的南少林武术，成为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和纽带。而那个火山少林寺以后，那个和尚就传到民间，
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保存下武术，他们就是不能公开的金刀真枪的，就来舞狮那个舞龙这种方面培养了大批的那个少林弟子，是散布在民间当中。这些后来又传到台湾，传到那个海外，在各个地方，所以那个泉州也组成了一个国际男少林那个武术协会，十多年来每年都有活动。那现在是男少林的弟子那遍布的世界各地。2003年1月14日，国际红拳总会赵志玲率美、英、德、瑞、和等6国40多名少林洋弟子前来泉州南少林认祖归宗。清乾隆28年，即1763年，泉州少林寺第三次被烧毁之后，少林寺和尚智善法师逃至民间，继续招收少林弟子，反清复明。至善的弟子传至广东，继续发展南少林拳，出了南少林红拳一代宗师黄飞鸿。后又由黄飞鸿及其弟子传至香港，并远播世界各地。1990年10月，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会在泉州成立，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五祖拳武术家到泉州寻根和交流。南少林武术是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文化内涵，已成为泉州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载体。这位精神奕奕的老拳师是1964年全国传统武术比赛的冠军。南少林五祖拳有它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点，具有勇猛彪悍之形，雄伟磅礴之势，动作简练，拳势激烈，富有阳刚之美，劲力深厚刚强，发劲讲究力摧三关，运腰送肩，出拳要求以点着力，有金刚劲之称，强调运动发劲要与运气密切的结合，有独特的狮子吼运气法。提高要注重传统武术的传承，在传统武术呢，很多精深的内涵的，包容我们中华文化的，他拳打过来，一些精髓的东西。所以呢，你只能通过这种传承呢，再结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些需要，把这个武术呢，再来一个就是提高上去。再来这个是挑开，就这样往下抓。嗯，好。再来一个就是跳开切过去。我们这个泉州南少林他是很精深又带有一种神秘感，在我们的功法应用上呢，要讲究功力、体力、精力的养练，在技法上呢注重变化和实战，所以呢很多秘密可以深入的去探索。
们这个武术呢，现在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因为现代化的东西不需要你武术去作为军事，不需要你武术去组织军队，啊，只能现在都有很多现代的武器了，所以呢，他这个社会的地位现在是大不如以前，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武术呢，要确立社会上的地位，一定要靠我们武术界的这些人士再有所作为。这是泉州少林寺的复建规划图，如今复建的工程只是完成了天王殿和大雄宝殿的建设，泉州少林寺要恢复往日的雄风，还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和支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福建南少林走出的少林五祖拳、洪拳、蔡李佛拳、咏春拳等南拳著名拳种，在当今世界已成为最为流行的中国传统武术拳种。天天来回望城。